下班了，都出来聊天了。没空。我 Prada 墨着以后的 Helena 大眼睛正要去挑选 Fendi 的新款包包。这是什么群啊？欧总你好，这是职场交流群。是吗？没看出来。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，有谁没听过我故里的商战传奇？你是说时代姐妹花们偷公民文件的事？你不是就知道伸手要钱的阔太太吗？怎么也在群里？离婚后我都变成自力更生的打工人了。自力更生不是个闺蜜的男朋友吗？纠正一下，现在已经是她的男朋友了。又抢闺蜜的男朋友了，夏琳。我叫罗子君。不好意思，打个广告，各位大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研发的 APP。 这项目我投了。你在羞辱我？和气生财，有什么问题请交给专业的公关处理。我是 DL 公关公司总裁江达林。你专业总好过你爱上一个女人的身体和另一个女人的声音。这群里怎么不是悬浮职场人就是总裁富二代、啊、什么总裁富二代，在我单俊浩面前都只是部门经理罢了。单总说这话是不是应该排除一下我？确实应该排除。你整天就知道为了一条绿蕾丝心痛不处理集团业务，你要是我 Sanwell 的部门经理早就被开除了。我的心更痛了。群里还有没有其他专业职场人了？ Hi everyone, I'm Miranda, Editor in Chief of Runway. They also call me Devil. 啥意思？能说中文不？我说老娘很牛逼。冒犯。我是新闻主播高慧兰，我拼搏一生获奖无数，为了事业可以放弃一切。我是淑贤一郎的代表郑淑贤，有眼光有魄力，前阵子刚被选为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。我古美门坚信胜利就是正义，打官司不择手段，诉讼胜率100%。因为家里重男轻女，我苏明玉从18岁起就和家里断绝关系，一个人乘风破浪，最终成为了集团总经理。我丁蟹就算杀人入狱，出狱后凭借股市天赋一样闯出一片天地。你可别吹了，每次你那句重播香港股市就会崩盘，跟你崩坏的三观一样，真是可惜了我这张帅脸呢。你又算老几？我黄天一生踏实奋进，重情义，带领中天集团不断壮大，帮助东莞市成为经济特区。我叶荣添白手起家，在房地产和金融界摸爬滚打，在风霜雪雨中蜕变成熟。有被激励到，我现在就去创业。群里的老板们考不考虑投资个老洋房啊？闹中取静，保值保价。你们这些黑中介，我刚被骗了半年的房租，想着996赚点钱，结果没加班费，我真的破防了。乔小晨加油。加你个头啊。你哪有我惨，当年女魔头公事私事全丢给我，我可是007呢。还不是为了让你成长。找哈利波特的手稿能让我成长什么？不过是你家双胞胎想知道后面的故事罢了。所以后面的故事是怎么样的？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。 Sorry Sorry， 是我多嘴了。发布一则招聘需求，我司刚起步，寻找志同道合的员工若干名，工资待遇从优，双休不加班，坐标深圳。招聘不找我金牌猎头吗？拒绝中间商赚差价。双休不加班我可以。我也报名。我现在一看到周崇光就魔音穿脑，实在是没有办法继续留在 ME 了。哈利波特骑。你们嘴，林少，你一拼这个做什么？我养你啊。那你能养我一辈子吗？我可以。我不可以。那啥，能不能别在群里炒 CP？ 炒 CP 不行，真恋情可以吧？我觉得可以。还让不让人招聘呢？要不这样式吧，我给你推荐一个人才。杰总你好，好见。你骂谁呢？你误会了，我是说我姓郝名剑，我是来应聘的。为什么来应聘？因为我在找工作。我是说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公司呢？因为你刚才发了招聘。我是问我们公司哪里吸引你。你们在招人这一点吸引我。全国这么多公司在招人，为什么你偏偏选择了我们？也不是，别的公司我也投了，他们不要我。那你觉得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？带来一个新员工。林叔哥哥，还是你中间商来赚个差价吧。包在我身上。第一次创业心里没什么底。 Girls help girls， 可以让有经验的人带着你并肩作战。就像我和 Andy 那样。就像我和世珍那样。就像我和程志内那样。
想看更多搞笑视频、神仙配音，还在等什么？关注怀旧帮吧，下期再见。